四，念戒，戒是无上菩提之本，能遮诸恶。五，念舍，舍有二种，施舍生大功德，舍烦恼得大智慧。六，念天，果报清净，利安一切。七，念初入席，治散乱之良药，入禅定之快捷方式。八，念死，从生以来常与生俱，无可避免。若能证悟空性，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没有证悟或精通空性，但如果能听到类似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之类的佛经，或者藏传佛教宣讲空性的中观论著等等，也有很大功德。阿弥陀佛是欢喜光，心情苦闷，念佛自然欢喜。真信佛大力，有何可忧虑？真信佛护念，何事不满意？真信佛片知，还有舍委屈，真愿往生西方，念佛常欢喜。百岁光阴能几何，劝君及早念弥陀，莫贪五浊娑婆界，极乐莲邦圣德多。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
做一个三宝弟子，就要护持三宝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多造佛像，代表佛陀的身体；第二个呢，护持佛陀的口业，那我们叫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；第三个，护持佛陀的心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舍利塔、佛塔、转经轮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、小型的转经轮、大小的舍利塔，来放置在任何地方，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心，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。阿弥陀佛。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，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，庄严世界，净化人心。欢迎护持佛像、经典、舍利塔制作，划拨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愿大家舍一得万，随喜者同享功德。我想这就是一种修行，修行就随喜，随喜啊！而且看到别人布施，看到别人放生，看到别人造佛塔，我们从内心里面都非常的随喜啊，自己也很虔诚，所以这样来改变自己的心态。哪怕你业障再大，有些人上面写的还抽烟喝酒。戒不了啊，好邪淫戒不了啊，怎么办？那你要跪在佛前发愿，佛加持啊，我要断除淫欲啊，断除酒肉朋友啊，你要这样发愿。发愿以后啊，发个善愿，那我要送十部地藏经啊，我要点个1080盏灯啊，都可以，随你的力量，以这个法力啊，愿你的愿能够成就。不然的话，喝酒吃肉，那有些人爱谈感情啊，有些人好邪淫，有些人爱发脾气，那你这些不断掉的话，那修行就没办法得到一些智慧啊啊！所以我们跪在佛牙、佛塔、佛像面前，就是要断自己的恶了啊！愿自己这些不好的习性改变掉，诸佛菩萨您加持我。啊，然后忏悔发愿，所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。佛菩萨就是要帮助别人的，但是只要你有心要改变自己，佛菩萨就会引导你。啊，所以在佛菩萨面前，千万记住，不能发不好的愿，你发不好的愿会伤害你。啊，不应该。比如说你搞外遇，你不能就发愿啊，愿我那个男朋友赶快跟他太太离婚，跟我在一起，那你就完了。啊，以后呢，
你会有很不好的业报啊。在佛菩萨面前绝对不能发不好的愿啊，伤害别人修行啊，只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种愿千万不能发啊，一发以后啊，业障就找你了啊，因为这叫见光死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在修行了，还敢讲想不好的啊？那不能的啊！我们在修行呢，就是希望佛光加持，黑暗消除，对不对？啊，把我们的不好的去除掉，把我们的好的这勾召出来。所以呢，你在寺庙造善业，功德增上百千万倍，就像你供养佛塔。但是你在三宝面前造恶业，哇，这下可惨了。罪障也是百千万倍哎，啊，所以这一点一定一定要注意。今天你骗一个世间人是要造妄语，你骗一个受五戒的人，哇，那这个变成百千万倍了。你骗一个受菩萨戒的人，这下你要堕落无间地狱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特别是你的父母，那就对你有恩的，你不能去伤害，不能去毁谤。啊，所以各位常听我讲，释迦牟尼佛有一次讲一句话，哎，那公黑龙不好了，意思因为他以前做法师，他是老法师，另外一位年轻法师信徒很多，还有点嫉妒了啊，他讲的那个东西啊不圆满了，就这样堕落地狱六十劫。佛陀说他自己堕落地狱六十劫，割舌地狱，为什么？他毁谤的那个年轻法师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呢。所以各位啊，非常小心啊！啊，所以在寺庙可以做大功德，就像你雨伞，今天下雨了，或是太阳很大，你拿一只雨伞到别人家里靠在墙壁，没事，没什么。但是你跑到寺庙来，刚好寺庙那个墙壁或是佛塔啊，你把雨伞靠在那边，你这一辈子所修的福报通通不见，啊，通通不见。因为你把一只雨伞靠在三宝的圣物了，那不行喽，啊！所以特别各位，你去拜佛塔，前面早上有人拜花，那个花太阳照久了已经枯萎了，你把它拿下来，生生世世皮肤漂亮，啊！然后你再把它供一朵鲜花，得升天的福报啊！所以同样的，早上各位在绕啊，怕灰尘太大啊。有些男菩萨就浇水啊，我那个功德太大了，我拜水当当了啊，因为他帮各位浇水，好让各位绕佛塔的时候没有灰尘啊，这个功德太大了。所以佛经说扫一个佛塔一手掌地，功德超过一扫整个地球的功德啊，因为佛塔是圣地嘛。维陀菩萨起源于南印度，原是婆罗门教世间头天，是有着六头十二臂的战神，后被斯里兰卡居民供奉为当地的守护神。相传释迦牟尼佛曾三次到访斯里兰卡，世间头天在这时皈依了佛陀，成了佛教的护法。传到中国后亦为犍陀或犍陀，后来传抄中把犍误写为维，再简化为维，因而变成维陀维陀。中国维陀菩萨形象来自南方增长天王部下一名维姓将军，为身穿铠甲手持宝杵的天神神像。后来由于民间混淆的关系，这位维将军就成了现今维陀菩萨的形象。相传释迦牟尼佛涅槃后，众天神和天王分别将舍利子取回建造佛塔供奉，而维陀菩萨也分得一颗佛牙，在回去的路上突然遇到一只邪魔夺走舍利子，多亏善于行走的释迦陀天奋力追回，让各位天神和天王纷纷赞叹不已。而维陀菩萨善于驱邪除魔的事迹也迅速流传到各地，从此维陀菩萨就被人们看作是护法神，拥有着强悍的驱魔能力，也把农历六月初三日定为维陀菩萨圣诞。维陀菩萨和伽蓝菩萨齐名，是佛教护法神，也是执金刚神之一，禁止守护各大伽蓝庙宇。